我怀疑林双没错吧？啊，你看，这是什么呀？酒店消费的住宿费，我早就说他在外边七搞八搞的。哎，说不定是明明的呢。怎么可能是明明的？住在洗衣房找到的，明明也不洗衣服，那肯定是他的呀。哎，玄子，把他看住了，别让他跑了啊！ 我把哥撞完，哎呀，前面的骄傲，给我喝一个吧。酒量不好。哎，不喝看不起人啊。哎，咱班人还没到齐吧？咱们班就这样，哪回人都没齐过。林霜呢？你千年老二，你这心结还没过去呢。 同学聚会，你怎么没来？我没看见群里发信息。穆总，我真服你了，说好的同学聚会，合作。现在挂掉吧。同学情谊太……大家都到了。就是。不过去了，还忙着拍。缺席就应该提前告知，以便提高大家的时间利用效率。既然你这么闲，帮我解答个问题。 我们先过去跟那个去哪儿了聊一下呀，告诉他一声，咱们一起去。你把第七行的条件函数去掉，把第四行的参数和第八行的参数对调一下试试。那再帮忙看看这个，谢谢。 林双，你今天要实话实说。说什么？你一天到晚心思都在外边，是不是在外边搞七搞八？我有没有胡搞？你们问问自己儿子不就知道了吗？哎，喏，你今天就当着我和你爸爸的面，把事情的来龙去脉都讲清楚。怎么了？哎呦，你来的正好，来的正好，你看一看，你看看。 让你老婆说一说，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哎，我们家呢，家风一向是清清白白、本本分分的啊。3000多元啊！3000多元的酒店消费，你消费了什么？哎妈，这小票是我的，这是我上次出差酒店的房费。这好像是本市的。 嗯，那就是他们前台肯定搞错了，商务宴请的餐费和房费搞混了。方舟商务宴请什么时候标准这么高？重要的客户可以特殊申请。行了，妈，回去吧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这几天你确实是在外地出差的。妈，爸，来来来来来，你搞错了，哎呀，误会误会误会。 我们两口子好着呢，你去吧，别小票嘛，能有什么事儿？走走走走走。哎，误会给我。误会在哪儿了？酒店嘛，业务那么多，来来回回的，房费、餐费，他们肯定是财务搞混了。你说到财务，那个我今天还去趟银行，你上次说那理财还真挺不错的。我觉得以后咱们家这些钱还得多听听你的建议。可以呀、啊。
正好，我有一个朋友是在银行做理财专员的，最近想做点业绩，让我帮帮忙。我看了，有几个产品挺合适的，利率不错。那正好，我年底的工资加上减金，扣去咱们家的家用，拼拼凑凑的，差不多50吧。我爸呢？哎，出去锻炼了。双昨天晚上怎么说呀？没怎么说。儿子，你说说你，你是不是有点钞票就了不起了？敢在外边搞七搞八的，这好好的日子不过，你昏了头了你！没你说那么严重。事情已经解决了，都过去了。林霜真的没跟你计较啊？没有。我们年底的奖金，扣去家用，有50万吧，都给他拿去理财了。50万？你又给了他50万，够黑的呀！谁说那个林霜不计较啊？啊，你把柄抓在人家手里了，把钱拿出来了。反正都是咱们家的钱，存哪儿不一样？怎么能一样啊？啊，我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，钱在谁的手里，谁在家讲话就硬气。这个事情你不要管了。我来想办法。江奇，帮我个忙呗。哦，什么忙？我要出差一段时间，能帮我照看一下我的花吗？我要是答应你，接下来你是不是就该管我要微信，然后三天两头的问我这个花怎么样，然后顺便再跟我聊聊诗和远方。你还真是挺冰雪聪明。下次啊，你再耍心机的时候，记得要做做功课。这种多肉，10天半个月也不用浇一次水的。你这种烂俗套的办法，早就过时了。如果你能看穿我的心机的话，那是不是代表我的心机也没有白费了？明博，谢谢你。江喜这样的郊区名媛真的不适合你，将来你悲痛欲绝的时候，别怪我没提醒你。我不这么觉得呀，我倒是觉得我跟江喜是一路人，都是起点不高，独自一个人来到大城市，靠自己努力打拼。我觉得我有戏。吃点坚果。明博，跟我出去见个客户。好嘞。